舞台上女孩们踩上单车座椅，男孩们玩跳绳、叠罗汉，搭配台湾民谣，这么台湾味的杂耍特技是台湾特技团的演出。在农历年节期间，台湾特技团以龙为主题，在佛陀纪念馆演出龙腾云影舞艺师，逗趣且精湛的演技，观众掌声不断。圈圈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难啊！没跳过，原来是故意的。科技团要挑战更难的技术。要跳那个圈子的时候啊，哦，我一直以为说他是跳失败了，结果他不是，他有个桥段，他第一次失败，他就去找师傅加持，结果虽然失败，可是还有高人在，后面又找个师兄就跳过去了。那我觉得这个一代一代传承下去，好，有这种感觉。现在都很好，就是非常，就是一直要鼓掌啦。佛馆这场演出不仅从空间友善行动不便的人，而且是公益索票，让一家人在过年期间多了轻松无负担优质的艺文活动可选择。过年合家团圆的欢乐气氛一起随着特技团的演出嗨到最高点。人间卫视陈信宋一珍高雄采访报道。